惊一下，讲什么感冒，明明就是掉山啊！哦，较快就好啊！有呢有呢，真正有较好啊！顶届向投诉迄代志敢解决？有啥物代志啊？等到是你呀、啊！规工伫个农场，安尼风吹日晒，就算讲哦，你无想要剃地雷啊，啊，无至少毛巾嘛少安美。好啦，我知啦，多谢你。啊，毋就好加只今仔日有着刷，才进来看我。啊，若无后一届要看到你哦，毋知阁等到啥物时阵啊？哦。阿姐很想要看我，那呢？你随时把你的头壳也起来看天顶，来当看的话，因为我规工我嘛在天顶咧飞来飞去。那呢？我别讲好话，听起来怪怪。啊，大概哦，在农场做代志，只要有飞行器飞到我头壳顶，我拢有一种淡淡的哀愁。那声音哦。愈来愈远，我就感觉是你离我愈来愈远。有时阵啊，一两个月看无你的人，是无简单见面啊，一顿饭还未吃完，你估计无用。卡叔哦，卡叔我破病。哎，那别讲话啊。想要创啥？想要后逐天安尼甲你烂掉掉，永远莫分开。细汉，阮爸有带我去算命。算命先讲哦，我以后会嫁好好爷，人做小奶奶，享受幸福。那做空姐时阵想讲哦，机会足多，结果现在拄着你。算命无准啊！相公无准啊！你想看卖哦，以后农场交予你经营的时阵啊，迄农场愈做愈大，而且你要用我去好名兰花研发成功了。我会出赚钱的咧，到时阵你有出头天下对吧？